来啊！我去，这是什么玩意？来了，朋友们，这个位置有四个花篮啊，我来看一下效果怎么样啊？来，第一个有动静了，在这儿啊，黄色的浮漂，我去，动静还不小呢啊！看看啊，看看啊，我，哇塞哇塞哇塞，这是啥？什么鬼？看看啊，朋友们，我去，哇塞！我操，进了一条小草鱼！哎呀，我天嘞，这个季节进草鱼，夸张吧？太小了啊！野河里边啊，看看小环境刚刚的啊，满足的没动静啊。第二网是真没动静啊，看看一些小鲫鱼，不理想啊，兄弟们，还是温度太低了啊。动作啊，朋友们，看看看，哎呦，这个动静也不小啊！我操，漂亮漂亮，漂亮漂亮，这啥玩意儿？看一下啊，我去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我操，这是什么鬼啊，兄弟们？哇塞！哎呦，我天哪，这是什么？什么节奏？太小了，可以找地方养了啊！哎呦我天，这算不算爆网啊，兄弟们？哇塞！干到鲤鱼窝里边去了，这今天齐了，还有一网啊，这是第三网了，给老者点点红心啊，朋友们，这不是养殖的吧？看看，最后一网啊，这一网凉凉了，我看在驾驶，空军了吗？是空军了吗？我去，还没空军，但是他妈的。这种地方不上鱼，现在就是水草再浅它也不上鱼，高峰的时候就上了，还得找厚一点的草下。好了，兄弟们，到此啊，就这么回事啊。这是今天四个篮子的鱼货啊，看看，今天晚上直播啊，没事来老师直播间吹牛逼，干就完了啊。